和生蚝。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。下个星期你忙吗？我想带你去古奇龟山店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当时很忙，我要买了一颗。没关系，你喜欢马来游客吗？是的，我很喜欢马友克。星期六你有空吗？星期六是7月7号。星期六是6月18号。那天我有空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想约你去吉林的博物馆，我有2张博物馆的票。好啊，我们想在哪里见面？上午11点30分，我们在大学前门的汽车站见面。好吧，我迫不及待想了解大学的其他的。好吧，再见。再见。